随着音乐摆动身体，长辈们尽情地享受运动的乐趣。潮屯家老社区每周一天，由专业的老师带着社区的婆婆妈妈们一起律动，希望让大家认识运动的重要，也借由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对于身心灵都能有所帮助。这个律动课程呢，就是要教这妈妈们啊，从不会律动变成听着音乐啊，学着啊，对音乐啊，一步一步开始来律动。啊，让他们身心都很健康。刚开始感觉的时候，脚手拢足缓慢嘞。啊，不过到今麦来，几年下来，大家动作都很一致，啊，马上教，马上就会。啊，所以呢，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讲呢，他们多了一个活力。大家一起运动，心情相当的愉快。有鉴于社区的婆婆妈妈平时总是忙于家务及工作，鲜少有机会运动，因此透过律动课程的安排，鼓励社区的妇女们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。较好呢，啊，就已经爱来，等于我甲阮查囝讲，嘛食甲做啊做啊，去咧学跳舞。啊，人家都以前来拢对人袂丢袂晓，你可可袂用一切啦。你老师伫教你若来吼，音乐好嘞，咱知影即摆要跳啥。你若拢总无来，来看人伫比，毋知影人伫跳啥。头下遐我就是拢安尼。即摆今年，即过今年过年，旧年我就靠你来，我伫跳着落，拢较会，恁对人较会跳，就较会爱来啦。老师精心设计的舞蹈动作，配合节奏分明的音乐旋律，让婆婆妈妈们能够以轻松活泼快乐的方式来动一动。老师也会不厌其烦的导正动作，让大家都可以有所收获，也从中得到成就感。有这个开这个开这个课哦，真好。我这妈妈吼，较早大家慢慢在那跳过，今麦大家来跳，到实在，大家有拢想讲啊，今天拜一老师要来教跳舞啊，无闲嘛爱来。来讲，甲人跳安尼，真趣味啦，真新鲜啦。啊，加真，迄日子吼，加足好过安尼啊，感觉大家真欢喜安尼。健康在动一动当中累积，持之以恒的运动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大家一起学习，共同运动，培养运动兴趣外，社区也会创造机会，透过各式活动的办理，让婆婆妈妈们有表演的机会，增加自信。记者洪一伦、曹屯真采访报道。